他就说你要是想买新车了都不帅，想买二手车，他说你去您这买啊。我说为啥？他说您这有保障。哟，啥都有。Nice。一会儿，安东的说俺远程读一下表，看看是表不是个。嗯，这个是比较浓的。不是你懂吗？啊，因为要是跳表车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不懂这。啊，我就怕他不是试表，因为他过了有三次户嘛。这大概多少钱？我不是跟他说过吗？11.8万。哦。哎呀，其实我早几天我都说是100,000，我说你低100,000都比我帅。我说老低了我都不买，为啥？我这开到他也能开的。还是可美了，反正给我手里边这个车，我跟你说，你啥时候没有说这个？啥时候卖到手了，哥？我维修过，3年，这3年嘛，给我手里边还没咋跑的，这中间快有2次出。啊。